杨幂不但长相甜美，纤细的长腿加上魔鬼身材，更是让许多粉丝称羡不已。最近却被网友翻出过去刚出道时的黑历史，令人超级震撼。只见她当时一身低胸洋装，与粉丝们近距离互动时，一名粉丝似乎太过激动，伸手抓她的裙子往下拽，里头的裸色内衣瞬间走光。幸好杨幂反应及时，立刻将衣服往上拉，却难掩脸上尴尬的表情，周围围绕的摄影师们见状更是一阵猛拍。而敬业的杨幂事后不但没有显露不满，反而大方搂着粉丝一起拍照，亲民又高 EQ 的态度让网友既佩服又心疼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